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Gameplay HK。上集我哋玩巨人咧，好可惜啊，女巨人咧竟然俾其他巨人食咗，搞到我哋明明捉到佢噶啦，都得而复失。其实真系好打击士气，明明捉到佢，哎呀真系，唔衰都衰咗啦，睇下我哋之后有冇得补救再捉佢啦。咁啊，开始咯，开始啦。我谂观众咧都好心急，究竟个剧情点样嘅？我都好心急啊。不过上集啊 ，Mikasa 咧，你救咗佢，唔记得同佢倾偈，其实可能有啲特别嘢，算啦。可能有啊，又或者佢直情加入帮我哋咧，咁就会再快啲。喂，咁 A 呢记得再提我咯。好，我见到咩特别嘢再提一提你啊。好。俺の班のところへ戻る。奴ら、そう遠くへ行ってなければいいが。待てリヴァイ。ガスと刃を補充していく。時間が惜しい。而家補充翻啲刀刃同埋ガスじゃ走咯，應該係。命令だ。咁辛苦走出嚟捉女巨人，點知乜都冇，兩手空空兩梳蕉。其實李維就想繼續打落去嘅，不過阿團長咧就話要撤退啦。エルヴィン。どうしてリヴァイに補給させたの？時間がないのに。啊，我記得啦，呢度咧，阿團長要我哋補給完跟住走啊。君が言っていた推論を思い出したから。超大型巨人が消えた時、中身は立体機動装置をあらかじめ装備していたから、蒸気に紛れて素早く逃げられた。今回も同じことが言えると思わないか。女型の中身が我々と同じ装備をまとい、兵士に紛れ込んでいた。但阿庞吉咧就问佢点解要咁心急去补给啦？其实咧，阿团长就话觉得女巨人系由我哋啲士兵变成嘅，佢有机动装置可以走啊！佢趁俾啲巨人咬嘅时候可以走佬啊！女巨人有机会系自己有，系厌仔啦。跟住咧，佢系俾巨人咬，但系啲巨人咧就专系唔咬个背脊。等佢走出嚟之後咧，就用立體機動裝置逃走。係啊，咁就混入翻佢自己個團隊度。各位觀眾，你哋記唔記得咧？之前團長係有啲任務，冇同曬所有嘅團員講，每人收到嘅指示都有啲唔同嘅。個原因就喺呢度啦，因為覺得咧，我哋有二五仔喺度啊。究竟邊個二五仔咧？因為之前咧，我哋有兩隻女。因为我哋之前有两只巨人咧，都系俾二五仔锯走咗啊！哦，这个我记得啊，究竟会唔会同一个人做嘅呢？周围望下先啦，睇下冇咩嘢可以倾偈。如果冇，就去感叹号。冇啦，应该冇咯，得前面两个啫。喂，今次你用艾伦咯，艾伦唔差嘅。我哋可唔可以变巨人呢？艾伦都好自责啦，因为咧，佢嗰一刻决定。自己唔变巨人，所以咧就有好多同伴都死咗。但可能变巨人嘅话，又捉唔到女巨人噶咯。系咯，嗰刻个抉择究竟系即系听指示啊，定系用根据自己嘅意思行动咧？佢最尾都系听咗指示，唔变巨人。唔紧要啦，我哋补救翻个错误咪得咯。不如出发啦。好啊。我又讲翻少少故事啊。中间咧，阿俊你咪成日讲咧。艾伦要练习变巨人嘅这个游戏好像是没有交代到。是啊是啊，这只 game 里面没有讲过中间的过程。可能是其实用对白交代了，很简单地过了。不过那里又真的没有东西玩，可能他又不想太多动画呢，那就用对白讲了算数。那就是，因为如果不是都很难去交代那么多东西。所以就跟观众讲回，艾伦呢不是真的那么自由变到巨人的，中间呢是要练习过一下的。好，我哋开播啦！好，开始。今集用艾伦都好啊，用主角我觉得 OK 喎、啊。リヴァイ兵長？いや、違う。誰だ？唔系李维尼啊！见到呢、這个，哇，咩人嚟嘅咧？就系个燕仔。佢就打！哎呀，喂，佢俾人斩到啊！我记得佢咧，好似叫君达噶、啊。止まるな！進め！阿团长真的很英明啊，叫啲人走。メガタの中身が、それとも複数いるのか。やけも、かかってこい。殺人相手でも倒す。女人嚟嘅，仲笠住顶帽，究竟系咩人呢？仲系未见到佢个样噶。やはりか、来るぞ。メガタの巨人だ。
喂，佢边度个人啊？哎呀，又出嚟！话我冇屈机啫，你啱啱先俾人食完，冇啦又再变翻大。系咯，咁点捉啊？你下下一捉住你，俾个人食，跟住又出翻嚟，冇得打噶喎。得佢一只啫，得佢一只。佢系怕音响弹啊，俊。好，你转定音响弹。打到，巨人にはなるな。俺たち三人で目方の巨人を仕留める。エレンはこのまま全速力で本部を目指せ。俺も戦います。小心，嗰只脚硬咗。得啦，可以斩啦。お前の力はリスクが多すぎる。なんだてめ。俺たちの腕を疑ってんのか。そうなの、エレン。哇，斩唔入咁啊，好似。喂，小心。音响弹，音响弹。喂，小心脚，使唔使补翻啲血先？我想补，但系佢已经望住咗我。搵棵树挡一挡先。系啦，搵棵树单挡。醒目啊，俊，好噃。一脚。哇！哎呀，佢仲拳头揼你啊！喂，脚，飞。攞棵树单挡可以补血，我得翻两支啫。哇，俾啊！俾一俾佢先，补血。再嚟个，哇，黐线噶！哎，哇！哎，得啦，差唔多断啦。喂，但系我把刀都冇咗，换刀先。哇！唔好过嚟。哎，其实啲嘢根本就打唔中噶啦，佢已经落咗手啦。断咗只脚，诶，粉底咗啦，甩埋呢只先，攞埋礼物啦，话晒得女巨人，系咯，应该有好嘢嘅，攞到，咦，又冇成功添啦，其实，揞住条后颈，哇，醒目到佢挨埋，ここで惨めに死ね、クソ目が他に報いよ。哇，好型啊！呢个动作，甩咗啦只手，甩咗，争条颈啫，点摄落去咧？我的味方が一方的に、とどめだ！喂，哇，冇咗个 friend 啦又，哇，阿耳朵咁就俾佢食咗啊！エルド，なんでよ！佢而家单起只眼嚟睇啫。只脚好翻，只手未用得。哎呀，个女仔！哎呀，贝托拉咁就俾佢踩扁咗啦，好惨啊！喂，死咧！佢打唔冷啊条颈？那些打？系咪硬化咗啊？多啦你！哇，真系屈机喎，女巨人！佢太劲啦！我哋嘅选择を間違えたから。哎呀，大家都死晒。みんな死んだ。こいつは一早撤退咪好咯，系咪啊？こいつを殺す。系咯，做咩要同佢打咧？哎，变啦，变啦！边个赢啊？俊，梗系我赢啦！我变咗巨人喎，终于有得用啦！我等咗好多关啊，加油啊！打死佢！喂，佢未嚟喎，俊。等下先。回避完咁正方形咧，就可以反击。系啦，等女巨人佢攻击完好攰嘅时候，我哋埋去咁远型，咁就有一个强力嘅追击嘅。
哦，即系有时你见到佢乱咁挥拳，你就行开啲咁样，等佢乱咁挥啦，系咪啊？系啦，又或者搏命咁避佢。好，啊，过嚟啦！喂喂喂，弹咗咁多下嘅，追佢先。佢而家唔系攞住你噶嘛？哇！打中佢 pat 啊！我见到你，打我一笨，啱啊，靓，好吧，过嚟。哎呀，避唔切打佢几拳先，好难睇，啲树好鬼遮挡嘅视线。系啊，啲树遮住咗，我睇唔到啊。避佢先，走。佢嚟啦，佢过嚟过嚟。哎呀，大家都喺度测试紧对方喎。我打得佢。哎呀，最后一嘢，走走啦。诶，佢都走啊？点解？碌佢唔到啊！头先呢度 OK 啊，空旷啲，呢度空旷啲，得得得，喂，棘住棘住，小心，连捉，靓啊，三嘢，望翻佢先，佢甩咗只手啦，望翻佢先，佢避你喎，走，哎呀，系咪俾佢嗨到啊？嗨到啊，唔紧要，喂喂喂，弹开先，弹开先。李轩，耶，四千几啊！哇，呢下扣咗佢金啊！佢晕啦，晕咗，晕咗，晕咗，好帮！哇哇，打咗落水啊！飞到好远啊！趁佢命啦，佢命！佢起身，佢打佢唔到噶喎。系啊，冇用呢啲嘢。得啦，喂喂喂，做乜你做一个？三百六达落地下咩？佢反击啊！佢唐血咧系回翻咯，大家我哋都回翻晒。剧情需要，哇，好波啊！阵继续，哇，弹开先，咦，可以试下揿三个圆，你觉得捉唔捉到佢啊？唔知咧。哇，好嘢！哇，得喎、啊！好嘢啊，二千几啊！我可以用绝招啦！而家先嚟喺度背脊仓， yeah. 咦？嗰下唔中嘅喂，唔紧要啦，佢都晕咗啊！哦，任务完成，死咗啦！好嘢，继续打，再打你，仲收手，难得可以用巨人啦，梗系啦，咁三个人啦，捉唔捉到佢啊？应该唔得啊，唔得，踢佢，踢佢，踢佢唔劈。咁衰嘅你，喂，女巨人先系咁嘅喎，男巨人我哋唔会咁做。愤怒嘅艾伦反击啦，我哋人类，你个二五仔，你杀咗咁多同伴，你个无间道，最憎你无间道啦，最憎呃我，哇，眼花，哦，哇，我 feel 到个下巴甩教啊，唔系甩教啊，就系甩咗。甩咗同甩教系好超远，你睇真系甩咗，系真系甩咗条脷都伸埋出嚟。咦，唔系，佢个 C G 真系画唔到甩咗，但系动画真系甩咗噶嘛？系啊，动画系成个下巴唔见咗噶。因为佢如果画佢下巴唔见咗咧，重新画过个帽嘅，你又觉得啱喎？有戏变咗甩教，好似只狗啊！哇！啲嘢，哇个头冇咗啊！一踢就踢甩咗个头。唔好俾佢抽走艾伦，快啲帮艾伦啦！艾伦就喂唔好啊！哎呀！哇！唔系啩？吞咗咩料啊？呢、這个女巨人好味啲嘅咩？艾伦？可能巨人唔同啲啩，米卡莎都呆咗啊，点算啊？好失落啊！劲啊 ！S， 好吧，其实
都好 ES 喎，係咪啊？唔難打咯，我覺得。我見其實你用巨人有幾下空氣拳，即係時間又唔係話真係咁快，擺明送 S。係啦，個分數俾得好鬆手，送嘅。啲空氣拳真係冇辦法，我見你咧真係好難 lock 佢，好難都瞄到。佢一歪咗或者俾啲嘢遮住咗咧，就解咗 lock 啊！我發覺係。哦，唔怪之有空氣拳啦、啊。之后点咧个剧情？嗱，米卡莎咧好失落，其实应该系振作嗱嗱声飙出去救艾伦啦，系咪啊？系啦、啊，但系可能我哋自己唔够人去追啊，得米卡莎一个，佢未必够打啊。系因为呢个女巨人咧好古惑，又可以硬化条颈，佢同埋佢啲动作又快，唔知道下一集会唔会追截呢个女巨人呢？同埋或者系用米卡莎咧？希望就系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下集再见啦。好啦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